冻干的酸奶块，我姐妹们，一包是45克，然后一包里是9个，每个都是独立的包装。它一共三个味道：草莓的、蓝莓的和榴莲的。它这个是生牛乳含量50%的，然后里头添加了10%的果肉。看一眼榴莲的，吃到嘴里酸酸甜甜的。蓝莓的，里头带那个蓝莓果肉的，草莓的，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小零食的姐妹们闭眼入啊。这果肉，我觉得没有哪个女生啊能拒绝得了这种酸酸甜甜的小零食，而且它这个顶上这个涂层恰到好处还不腻。它这个生牛乳含量是50%的，所以那个生牛乳那个奶香味非常的浓，还不太甜，三个口味都好吃。喜欢吃榴莲的姐妹闭眼冲，香臭香臭的。